起床喽！大家别再睡了，让硬币动起来吧！把家里的零钱拿出来用，可促进硬币流通。将零钱加值电子票证，能活络闲置资金。现在超商和捷运站都有硬币加值的服务哦。硬币加值一卡在手，食衣住行购物真方便。善用零钱可减少央行铸币数量，节省国家资源，环保爱地球。请将您闲置的硬币拿出来购物或加值，让硬币动起来。